男人只有情到深处才会这样做，是控制不了的。一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有说不完的情话，会给你讲很多关于他的故事，让你了解他，走近他。二，记得你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，出去吃饭的时候会点你爱吃的东西，你想做的事情他也会陪你一起去做。三，会和你一起分担家务，你做饭他洗碗，偶尔有空的时候会亲自下厨为你做一顿美餐，在你面前完全没有什么大男子主义架子。四，他的手机里有很多关于你的东西，比如壁纸和聊天背景是你们的照片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随地都看着你。五，不管他去哪里他都想要带着你，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一边，会主动让你融入他的圈子，让他的亲戚朋友都认识你。六，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小事他会迁就你，大事他会让着你，不会说一些伤害你的话，也不会随随便便和你冷战。七，舍得为你花钱，在吃穿上从来都不会亏待你，他自己的东西都是随便买，可你的东西他都很舍得为你花钱。八，愿意花时间陪伴你，回到家后会和你一起看看电视，聊聊八卦，在一起非常的开心，两个人相处得很轻松，很和谐。